NBA 球星 Curry 轻松补篮，现场一阵欢呼。倒数五秒，科里原本要使出绝杀三分球，却被菲律宾小将改了火锅。不过科里相当有风度的击掌，我要不要要求刚刚慢动作再来一次？慢动作再来一次。Do you want to do that? I mean, the same scenario.主要是看大家了。科里双手一摊，有些无奈，来宾陶晶莹要求再来一次，全场也跟着鼓噪，科里重现绝技。Four, three, two, one. 科里重新投出大号三分球，举手要大家给他掌声。不过桃子举动却引发批评，觉得他丢脸耍大牌。桃子也在脸书反击，刚刚已经跟主办单位和主持人确认过，科里本人很开心，并无任何不舒服。网友回呛，难道科里要说他很不爽吗？场面话你也当真？桃子回，我可能没有各位懂篮球，但是这不是一场娱乐秀吗？双方你来我往，在网络上掀起激战，让陶晶莹放软姿态，在脸书上po文道歉。一切始于疯狂抽昏头的爱科里行为，却因为不懂得尊重大部分更爱他的球迷，所以失控。我将受到更多专业球迷的教导和提点，用更正确的方式支持科里。虽然桃子的行为引发争议，但还是有很多网友帮他打气，表示现场真的很嗨，虽然惹出风波，但粉丝能近距离一睹科里风采才是最重要的。记者黄一文、华少平台北报道。